为什么这个人没有穿着衣服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的衣服不干净，对不对？Because he has only dirty clothes, that's why.对，他的衣服都很干。How do you say fart? 放屁，放屁，放屁，对，放屁。在中国，如果一个人放屁，怎么样？和美国一样，没一样，对。yeah。你在美国，如果一个人放屁怎么样？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说什么？可是在德国，在德国，Germany，德国，在德国，如果一个人放屁，所有的人。OK。在美国，如果一个人放屁，所有的人笑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，对，屁，所有人谁？谁？No, 在法国不一样。在法国，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放屁了，他们你们都，no，你们 no，我们都生气。我觉得法国人。对，不一法样，国人常常生气，常常对，常常生生气气，每，like 天 often，生气，often 对。对，often we're 每天，always 对，在中国，好，我觉得在中国和法国和美国不一样。我觉得在中国，如果一个人放屁，我们不笑，哈哈哈，不笑，我们也不生气，我们说，很臭。耶，对，John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没有问题。I want to say something. 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有一个同事，a coworker，他是中国人，他是我的，不是老板，my boss。I don't remember how to say that。老板，不不不不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这板个。is like business 老 owner，板 is the correct？business，呀。老板是 it has to be business owner，所以呢，不是你的老板，他是你的经理 manager。OK，经理，经理，这个人是我的经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是中国人，他有时候他会放屁，and I always thought it was so strange 为什么？because That no 很 one 久以前我有很多很多中国同事。大部分的我的中国同事都放屁。Yeah, CG is very bad. 不是，我不明白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在中国你要放屁，你觉得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很 embarrassed. 小声，对不对？小声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很大声，我觉得很奇怪。OK，John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所你以说，以前你认识很多中国人，然后他们常常放屁，对不对？常常放屁，对，所以他们放屁很大声，对吗？听着怎么样？很大声，他们放屁很大声。但是臭不臭？臭，臭，喂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臭，没有错，不臭，不错，不错，对。对，因为如果你放屁很大声，对，不臭，不臭。不错，对。对对对，你们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在美国你们有没有？但是在中国，我们有一个说法，响屁不臭。
为什么我们学习这个东西？响屁不臭，响的意思是很大声，OK？很大声，大声的屁不臭。啊，对，对。silent but deadly，在英语，silent but deadly，对，yeah，我们有两个，loud but harmless，yeah。我们有两个，因为如果是臭屁，臭屁不响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臭屁不响，臭屁不响，OK？I love our Chinese course. It makes it very interesting. 非常非常有用，对不对？Violet 很有用，对吗？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很有用。Talk about the important things. 对对对，最重要的东西就觉是得很有意思。上。OK，好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中国朋友很奇怪，但是我我觉也得，不知道。如果我要放屁，我要很小声。很小声，OK，我要很小声，Yeah，you'd still fart, I see. Okay. 对，当然我要放屁 ，OK，所以你们美国人不放屁对吗？不放屁。美国人不放屁对不对？你说中国人放很多很多屁对不对？如果你去外面，你不能放屁。可是你有很多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回家。你回家，你快快回家，然后你放屁。啊，你去厕所。你去厕所放屁。对，哦，我知道，中国没有很多厕所，所以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快快去厕所，然后放屁，不可以。啊，我知道，美国有很多很多厕所，所以你可以去厕所，然后放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很多，对，很多很多厕所，但是在中国，你去一个地方，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很多人。对不对？对，明白。好的。所以呢，第二个是一个放屁的，Now I only look the picture. 放屁的邋遢鬼，Thanks to John. 没有衣服，没有穿衣服，没对有不衣服，对，对？常常放屁，你常常常常放放屁。屁。对，你们觉得他看起来很高兴，还是很生气？看高起来兴，很高兴。What's embarrassed? How do you不embarrassed? 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你觉得他不好意思？哦，他说啊，我又放屁了。对，可能他有一点点不好意思。好。